大家好，我是 BJ40 Team J 的张怀瑾。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总选，感觉抱着这个家伙一起录证件的日子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刚刚他跟我说，去年他有一点消极怠工，今年一定好好努力。好，言归正传，这一年呢，从专属派对到因为喜欢你，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，感觉彼此在成为更优秀的自己这条道路上都更近了一步。就我自己而言呢，感觉自己没有去年那么没自信了，各方面技能也进步了很多，面对总选这件事情也没有之前那么打怵了，所以希望今年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向前冲。今年总选的主题是砥砺前行，那我就希望我们从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。今年的目标跟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目标是 BJ40 第15名，剩下更多的话想留到拉票会的时候再跟大家说。希望今年我们一起加油。